小老师蔡煌儒已经就位了，上任啦。我们坐在下面的这几位哦，就自己去判断自己该做，听完题目之后该做什么样的情绪。是的，好的。所以也不见得一定是真的知道，或是一定真的不知道啊，由你自己。做这么近不是容易看到答案吗？哎，大家自由心证不要抄，不要看隔壁喽，不要看隔壁喽。其实他们现在用非常真挚的眼神看着我，老师不要学我那种。但隔壁不见得对啊。对啊。刚刚陈进去一坐下来就说：“哎，我可以看隔壁的嘛，我可以作弊吗？”我超会。姚彪刚刚坐下来也是啊，他就说隔壁就看得到啊。对，我等下想要当当看小老师哎。如果有人自愿当小老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上去？不是，我们下一次两个都想当。好，那下一局叫你当，下一局叫你当。那我先这样不好哎。好啊，那晚一点了。他自愿啊，他自愿哎，他下一轮他自愿啊，第二题。可以啦，我是说总有一回我想当。好了，所以现在花花当小老师，然后他要负责听第一题，会有 Google 小姐跟我们说。对，写的时候不要挡住脸，因为小老师要判断脸部表情。好，当然不行啊，我又不能看他的那个，他不能看我，所以脸不要遮住。可是我习惯写字的时候很近哦。那他怎么判断呢？因为我是想作弊的同学，通常都会先瞄老师，这是一个心理学。哦，你说听完题目会先瞄老师？就是他们不是，如果想作弊的时候，学生会先瞄老师，准备要确定位置哪里。那不是心理学，他是会，那是第一反应是要先看老师有没有在看他。对，没错，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反射的动作。所以看老师不是因为老师长得很漂亮吗？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。谢谢同学，等下我选你，救你！啊，有变道，有变道，好，好来选。麻烦第一题，请出题。这一题是自然题，请问测量记录天气状况的百叶箱多半是什么颜色的呢？一、蓝色；二、绿色；三、白色。题目都是小学生的题目哦，这真的，如果你小的时候有真的好好去做功夫，就应该知道。如果答错就不行。对，人母的意思是说他一定对。对啊，小朋友现在常都遇到啊。就写数字就可以了。数字就可以了，数字就算对。啊，没有啦，先。先。那就一二三啊，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也可以啊，对啊，只要答都可以啦，看他们怎么。对啊。来喽，小老师来。小老师，你觉得谁会答错？班长，怕你在偷瞄啊？是不是？班长还是怕你在偷瞄？哎，你要选人走到后面是干什么？对，要走到后面啊。哦，他要敲头啊！紧张了，敲头，紧张了。敲头，敲头，是吧？我刚才连题目都不知道，只是讲数字啊，有歉意啊。我恐怖。他走来这边很紧张，走来这边是很紧张。同学，刚才好像拿小学，好难哦，拿那个饼干干。我好像有看到静轩，我看到静轩写几？你干嘛偷看我的？他的答案好像跟我一样。哎，可是老师确定自己知道答案吗？老师没有公布答案，老师等下会公布答案。当然，好难哦。选君君，乱选的，选取君君嘛，对。对。君君的答案是一，是蓝色哦，恭喜，答错。怎么搞的？答案是什么？好惨，我会答案是三白色。白色。耶！有谁写错？有谁写错？哎，真的就他写的，不是哎，真的对，对啊，大家都知道是白色，我知道。没有，姚彪也是错的，哎，不是，各位还是要先出来，因为我们要让后面的老师可以参考大家的学测程度到什么地方，至少是。不是，你知道我这边有多可怕吗？我听完，我觉得我知道的是白色，然后我就很有信心的写下了二，然后我就看我左右两边同学。一个写白色，然后一个写三号，我想说你们两个有病吗？你们两个作弊，隔着我一个作弊，这样对吗？所以你是知道是白色，但是你写错数字，真的心虚了。而且我写完的时候他还笑超大声，对，我想没有啦，我还怀疑说是我写错吗？太明显了，你那个叫自律神经失调。看选项就好了。
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面开始就是直接选写选项就好。OK， 选项就好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就群群同学淘汰。也太快了吧！太快，没有重点是一眼被看穿啊。真的，群群就是一眼被看穿。一脸感觉信心满满。也没有哎，其实我心里想的，我印象中的是银色，然后想到他怎么没有我的答案。好，来抽第二个老师哈，这里没有群群，也没有花花的。只能当过老师一次而已、啊。那淘汰，那淘汰就不用了。花花，你就当学生。对对对。哦。来，第二位小老师。当小老师好烦。没有啊，竞圈不是自愿吗？对啊，你是自愿的啊。自愿我们就可以不用。大家都同意吗？要同意啊！要大家同意。同意。我是说我第五局的时候自愿。哎。同意。好，他第五局哦，他讲到第五局，他第五局，他第五局。不是只有五局吗？对啊，他只要还没被淘汰，搞不好你前面就淘汰了。你要换页吗？你这样玩不到小老师。第二位小老师是哦，好可怕，那小老师会很痛哎。啊，鞋子啊！哎呀，感觉会抓哎。这个不一定啊。哎呀，这个没有这个。我用题目，然后跟人去做连结看看。哦 ，OK。题目跟人。嗯，好，那个都做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的，接下来第二题，请出题。这一题是音乐题，下面哪一首歌是现在小学生爱听的流行歌曲？一，火星人在干嘛？二，木星人在干嘛？三，水星人在干嘛？嗯，我要写选项就好了哈。对。哇哦。哦，每个人都胸有成竹的这样，哦。这个，君君同学不能偷打 pass 哦。这个感觉有小朋友的，对的几率会很高。因为家里有小朋友嘛，小朋友学的歌，父母一定也都会想要学。但是敬轩没有小朋友，他也很年轻，但他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这题好难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这题我觉得很难。我有弟弟。你有弟弟？这题好难。好。搬出弟弟不好猜，超难。OK 吗？好，木星人、火星人、水星人，他们都住得太远。哈哈哈！当理解。啊？我有。哦，敲自己，来敲自己，自己回答。应该没有，自己回答。到底谁会答错呢？这一群人里面。喵喵一直很害怕，你是怎样？我是拿铁锤，是不是？不要太激动，太闪躲。喵喵应该会对吧？因为他是放歌的人，现在流行什么歌？对，什么年龄层？没有，我现在只知道求佛而已。喵喵是从知道这一题要问答，他紧张到现在。对，对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我的选择是，我就知道，哎呦，我有感觉到。走在我跟你讲，他如果对，一定是蒙对。不一定吧？你的答案是一一一，那一是什么？火星人在干嘛？是一不是火？是啊是啊，是啊，一是火木水这样子。所以火木水，回顾这边，一火星人在干嘛？恭喜答错啊！对啊，所以你那很明显，因为你一直在猜。对啊，从头到尾都用猜的。看一下别人的答案。好，别人的答案都亮出来，都亮出来。小老师检查一下。有火星的，有一有三。二是木星，都有哎。三是水星。火星人在干嘛？所以是木是二吗？是二木星嘛？答案是二木星人。哇！所以你有听过小朋友？对啊，因为我本来要写木星人，后来发现，哎、欸，啊，写数字，写数字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一是木星人，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后来想想不对，好像二才是木，因为一是。然后我就想了很久。所以敬轩是真的因为弟弟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弟是大学，我乱猜的。你乱猜的啊？请问有小孩的贝彤彤，你为什么会选火星？因为我小孩才4岁半。我的一个3岁，一个1岁，还没到小学，还没有理解。哇，那这个就又有一个同学被淘汰了。Yes， 啊、哦，两个了耶，两个耶，好快哦，其实。
啊，其实当老师会转，当老师压力很大，可以转转，你们找得到，好厉害哦！当然压力很大，你们找得到真的很厉害，自信满满，对啊，抓到哦，对啊，目前都抓到，目前都抓到，厉害，目前是老师的优势。再来下一个老师是。是谁？蓝君天，哇，他都答对，蓝老师，往右坐，哇哇哇，他都答对，蓝君天其实懂得蛮多的，他蛮多，嗯，就知道的事情感觉挺多的，但蓝老师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比较擅长哪个领域，是，他才好分析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对我们这一排学生应该都还算了解，非常的不了解，大概跟花花比较了解，因为你们有一起上过课，对，我们表演课，我们是同学，哦，我们同学跟那个龙雨生一样，对，我们同学，哦，你们是同班同学，对，什么的表演课啊？小弟老师，哦，那很棒哎。哎，所以其他他都有一点点不大认识，不大认识，所以他会很头痛。对，没关系，就看你们凭直觉。好，来，来，请出题。这一题是生活题，小学一年级的生活课本中教大家制作泡泡水的时候，除了洗碗巾跟水之外，还要加入什么东西呢？一、胶水；二、食盐水；三、果糖。这个有童年的应该知道吧？这个上次我们玩。对啊，这哎这很难，这猜字题太难。好，上次有玩过，上次有玩过，对。啊，真的？对，有玩过啊。那这样子主持人就不用猜了，对，那主持人就不用猜。但搞不好我们是主持人几个，我们瞎讲的，是吗？我们不了解，还有第一集啊，我们都不了解啊，我们不会害你，故意要，我们不了解，然后故意这样讲，对，是吗？对啊，还不知道，感觉如果干扰你主持人，会不会比较机会比较不对？嗯。我决定要学，决定要学，每个人都觉得好哦。哎，姚彪终于被选到了，被等着被敲的心情也很怪，我们知不知道？超怪，而且当你听到他的声音一直在你后面的时候，其实蛮不舒服的。好，姚彪被选了。哎，怎么是蓝色？是，如果我这题蒙中的话，他答案是写三。三是果糖，来三果糖，答错了，怎么会是果糖呢？为什么要加果糖？就比较稠啊，然后那个稠怎么会是果糖呢？这几个里面，难道是食盐水？食盐水稠吗？第一个是胶水啊，胶水。其实我刚刚想要改答案，胶水才会定型啊，才不容易破啊。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一胶水，我也是错，写错了。我也是错的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很确定。你也是会错的，对啊，没有什么食盐水啊，我没有很确定。我刚刚其实就是想，选三个主持人以外的女生，但是因为我刚刚说坐他旁边，他锁定了啦。我刚刚坐他旁边，我就觉得他猜错机会应该很大。我所以哎，他这个逻辑是对的，就是说小老师旁边的邻居，他是观察很久的，所以他上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先以邻居为出发点。哎，因为你们三个女生都错，女生都错，没有误会。对啊，我们说那个主持人以外 ，OK， 好了，好，恭喜蓝君天。然后呢，姚彪淘汰。下一位，好，接下来是第四位老师了，对不对？很会选哎，哎，我们刚刚讲好了，这个第四位如果没有抽到竞轩，第五位是竞轩，对，第五位是自己，嗯，好，继续，竞轩好像自己答对的，下一位老师是，刚刚讲的第三，哦，黄祖同学。王仁甫，不会，这
其实现在当老师的都有选到，对，老师很准。不是因为当学生，你如果知道答案，你就百分之百不会淘汰了。对，对，对。可是你当老师，你就觉得还是有风险。可是老师目前的胜率是百分之百。对啊，你照胜率来说，已经三个胜了，要出现败的。你在选竞轩啊？不行，我要当第五个。对，他要当第五个。哎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高招哎，就是他有保底选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来听听看题目是什么，我再来决定，好不好？现在这些人每个人，我大概都程度都了解，对啊，都了解。好，来题目，请出题。J.E.T. Xi, Ying Wen-T, the mastermind is the PD from The Hunger Games. PD is producer, which is made up of several English words, A, 8 characters, B, 9 characters, C, 10 characters. 先等我写完答案啦。你怎么知道我会不知道？请再回答。这题好针对，这题有点错呀。开始讲的时候，有点过分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今天可以写出正确的数字跟选项，不管对或错，我都让你过。没有，其实选一二三而已啊。对啊，按几回做他？我打了，我打了。哥，我答案还没写啊。答案都还没写啊。可以全敲哦！刚刚大家的一脸都困惑。哎，你们这真的是很针对。我认为要思考。但是瞧不起人家，请作答。瞧不起人家英文不好，对不对？猜。先仔细看前方。选很少。凭直觉。选项。我写了，我第一个写的。我也很。哎，孙贤志刚刚咬了牙齿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针对。他那牙齿刚咬这样。应该咬下去。好笑，好明显哦。神鞋子，你的答案是？哎，你那手是在算命是不是啊？摩斯密码。我现在想怎么样比较好？看有没有人会给他回应这样。哎，你还是有优势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只要写一二三，就是三分之一啊，对啊。你只要写一二三就，没有要写选项。呵啊呵啊，你们要出这种题。好，来。来敲我，敲我，敲我，输也甘愿了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如果输我也甘愿，那代表你运势够好。我的答案是一，一是什么？一，不知道啊，就只要一二三就好了。恭喜，答错。哦，答案是 A 选项，不是一。啊！题目是这样子。题目是 A， 你们都真对啊。哎，他们都写英文，对耶！我写数字，我写数字，我写数字。安娜没学到。烂透哎，太烂透哎！你写那样，你们有够坏的。对啊，你写 A B C， 然后选一，好，随便，随便，随便。好，超坏，有够针对的，好坏哦，好坏哦，而且还猜对了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吗？就是 A 啊 ，A。所以他其实问的到底是什么？来，祖谋，请用翻译中文翻译给我们做一下。制作人还要看字，你看就是。第五个老师是陈立典。自己也不知道啊。逃避。第五位老师。Director。就是 Director。Producer。制作人。哎，那我要哪边？对对对对，换你当老师了。来，哎，没有要主持啊！来第五题。对，他跟老师我们都很紧张，被淘汰啦！对啊，对啊，被淘汰不想讲话，他都知道我们写的答案，这样很恐怖哎！我现在待很久，我已经很熟知了。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选我们两个，因为他刚刚都偷看。我哪有偷看？我完全没看你们。我觉得他自己大概也不会知道答案。不然这样子，待会问完题目，你先讲答案，我们看你对不对。哎，他刚刚那题是对的吗？我是对的，他是对的，他就对了这题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本来应该敲谁都会赢的。
这一题是数学题，这是小学资优生题目。乔妹在量桌子的长度，用四个红色积木加两个绿色积木，或三个绿色积木加六个蓝色积木，或三个红色积木加两个蓝色积木，三种情况都跟桌子一样长，请问哪个积木最短呢？一红色积木，二绿色积木，三蓝色积木。哦呦哦呦，好帅哦！蓝钧天刚刚有那种气势很强大，写完就唰，有种敲我，有种敲我，哇，帅的嘞！你就敲他啦，我都不敢，你敲我。这个应该不是数学题吧？这应该是逻辑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是逻辑。好，大家都写好了吗？来，静轩老师。如果是数学题，大概就放弃了。因为同在讲，每个人。但讲完之后发现他是逻辑题就还好，中正定。我跟他很熟，他真的很熟，所以他看起来很认真。没有，我跟他现在开始在。很熟，就秀给你熟。我刚刚可是认认真真的把每一个数字跟颜色都记录下来，运算过的。嗯，运算过的。对啊，你可以自己决定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最后一把了，要么你可以吃东西，要么就是你没得吃。你是不是有点后悔？是说要当老师？非常后悔。而且你这题刚好让我们听了两次。对，当两次他听两次他吃亏。而且说真的，留到这里的都应该是蛮厉害的，留到这关。嗯，还是你想要选刚刚盖牌盖最快的蓝钧天？我是会装的。啊，蓝钧天可能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先盖了。对，演员懂得人性，演员机会是蛮大的。后面五个都会，就答案哦，这里也是。哦，那就随便对，你知道对，你就随便选。好，选好了。好。哦。先你敲的，好不？来敲人谱。好，人谱。公布答案，请亮牌。因为我很努力的在算。但我忘记了选项字号，所以也是命运的问题。命运，我最后问他说，红色是几？对，答案是二是绿色吗？二是绿色，蓝绿红吗？对啊，恭喜。来，红绿蓝，二是绿色吧？二是绿色，恭喜。答对，绿色，红色流出，我选红色的，出来，彤彤呢？所以你其实答错的，你好惊人的预测能力，我没背过，我就是彤彤，对的，彤彤没背过，装的好像很认真，都听得懂，所以其实答案就是只有在前面那几个最少数量的那个，答案跟绿色会的话，他不会讲。主要我的答案吗？蓝钧天的答案吗？最帅气的。太答对了。盖牌盖那么快。哦。我其实就是一个。它是逻辑题啊。他说用最少的是六。我发现我今天只有木星人那个是错的耶。哎，我发现我今天没有一题是对的。哎，对。太逊了吧！而且你其实，在另外一个节目，你是超聪明。我是小聪明啊。但我发现我在街上好像是小蠢材。好了，所以恭喜五位优胜者可以吃东西。Yeah!